安波华语足球快讯，2023年2月26日。曼联开始关注华和玉。据全市场网记者 Nicolo Ciccarini 报道，曼联有意度新华和玉，准备今夏将其签下。报道称，祖云达斯的未来与财务造假案的最终判罚结果息息相关。球队中的一些重要球员也开始成为其他豪门关注的目标，其中就包括杜兴华和玉。曼联开始关注杜兴华和玉，并准备在今夏在他身上进行大笔投资。感谢你的收听，请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还要点赞哦。